选对手啊。啊，那绝对还冒中了。那要是还卖这个是。咱们还能开个呀？哎呀妈的！我掉下去了。老板，你我先打，弟弟说你一句一句，我就。这手机掉下来个袜子好呀！要当司令工的早了，让当没眼睛的，是吧？掉是都疯掉呀！我靠，这样，钞票好呢。还是掉回来了。一个准备太多了，我们还能不讲我能用啊？说一句去，要叫你自己。妈搞下这里了，还能动啊？我们我的地图那乱讲就应该拍照了，我都是你来拍，这能拍我不拍吧，要拍啊。这个怎么还能两个里头有一个还可以？我妈就是。杜兵也俩到那里。他那就是进也不要进的那个。我一封进啊。Thank you.
落花。好，玩了一圈，玩好了啊，要锻炼在公共场所说话的能力。要穿皮夹克出来。整个公园只有我们两个人穿皮夹克，人家都穿短袖的。啊，今天玩好了啊，今天被坑了，被我那朋友坑了，那个新疆菜一点都不好吃，然后还贵。然后又不敢说，因为是我去叫他们的，他们选的地方。哦，最主要他是吃把肚子给吃坏了，害得我耽误看很多美女的时间。啊，今天就这么玩好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拜拜。